日落飞锦绣长河，天地壮我形色。影子在晃动。不会花费太长时间的。看看你的脚下。看看这眼前，风光无限。可惜做了战。火山烟尘中还有大量原石颗粒，我们不用。没用。别让我等太久，看看你的脚下。你还有空看风景？这次能够补上上次刚流过大地的岩浆，请你慢些走。开始吧。我知道该怎么做。给我命令。那朵信念非我之愿。恐惧无所遁形。那就让他们埋葬在这儿。成功和失败之间没有侥幸。你的攻击都在推。剑法江潮落，气受秋毫平。偶尔也能解决问题，还是只会仰仗干戈吗？偶尔也行不成形，亦不在意，再去练练吧。行不成形，亦不在意，再去练练吧。就是他们，挣扎和反抗都是没用的。但凭拆信把江潮落，气受秋毫平。给我一个放过你的理由。没有。我在等待。解决问题，还是你真掩盖不了绝望的气。是的，我已准备完毕。岩浆会带出原石矿脉，不要靠近。我解决问题，还是只会仰仗干戈吗？晓得了。现在才想谈判，是不是太迟？攫取生命的石头，融化吧。进发江潮落，气受秋毫平。就是他们，才轮到我们。这就是。行不成形，亦不在意，再去练练吧。看看你的脚下，我将尽除障碍。不是，请将我的力量尽数收下。千招百式在一心。你还有空看风景？就是他们。行不成形，亦不在意，再去练练吧。我进入状态，连斩。了解，没人能束缚我。行不成形，亦不在意，再去练练吧。就是他吗？千招百式在一心。给我命令，我将尽除障碍。是的，我已准备完毕。解决问题，还是只会仰仗干戈吗？我进入状态，才轮到我吗？给我命令，斩尽杀绝。小心身后的影子。
了解。就是他们挣扎和反抗都是没用的。我将带头冲锋。只等你一声令下。我进入状态黑甲，才轮到我吗？不用躲，给我一个放过你的理由。唯恐惧无所遁形。